原住民常常用的那种口音琴，然后会两种不一样的声音跟节奏，请大家悦纳。是皇帝吗？大家是皇帝，所以要悦纳，请悦纳。所以我们要先祷告吗？手机要关震动。为什么你们要笑？不知道，我也很好奇笑点是什么。可能第一次听到口红琴，觉得很像弹簧声，好像有什么小兔子要跳出来。好，不要闹了。